我们要考察这边会不会讲客家话啦？咩警察啊？哎，咩警察的？俺没犯罪，哦，没犯罪，哦，没犯罪，嘿嘿嘿。你有这个、哦、客家汤圆、客家干面，哇，哎呦，很热闹哎，真的是很热闹。哎，讲卡波呀，对呀，好干净啊，哎，今天好干净啊，整个市场被你们家族包完去了啊。没，一人一出来，哎，讲一小。啊，讲卡波不能笑。啊，特别是还以前要罚钱呢。是谁在这一边生出来的？来打个斋字。是啦，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新竹这一边，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去这个早上的市场，就是有跟这些客家朋友们一起沟通啦，尤其是讲客家话，这边的人真的是很热情啊。所以我们从今天的早上呢，我们从酒店这边出发了啦。我还没出发之前呢，就做一些东西，顺便呢也带大家来参观参观一下。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房间，来 ，Let's go。好，我们今天睡的是603，我们昨晚哦很迟才 check in。给你关门了。好，来转过来，来，这墙你有睡觉了，这样快 ？OK， 这边哦，环境是不错，而且这个插头和国际插，然后同样的包 bedroom， 然后这个哦很特别，你看这个这样子的，是不是很特别？特别吧，但是怎样开啊？我在床头的旁边就有插头，而且还有一个是 USB 的，很好。来试试看一下怎样开这个灯呢、啊？哎，不是这里嘞。哦，我们看一下中央房，中央房是整齐的啊，不错的。然后走进来，哇，这个马桶垫直的 啊，还有浴室。就一个窗外往外看的话是怎么情形啊？是这样子啊，哇，城市这边哦真的是没有绿化的，一眼望过去哦全部都是建筑物。 OK 啦，转个画面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好啦，现在的时间哦是11点，我们就是住在这一个酒店了。哎，享豪大饭店。好，我们现在就是要转过去，走，跟着阿金出发。这条大马路弯进来这边就有很大的一个市场，哎，很长，哎，这些都是阿姨这边卖水果啊，卖吃的，早餐大肠，哎呦，这是什么来的？这个是肥皂，椰子肥皂。哇，没有想到哦，他们的摆设方法很别致，不一样。你看那个大鸡排，哇，这个放的方式都是这样特别。来这边还是一样哦，市场来的，转个身后这边，哇，又是另外一个天地，声音是很潮啊，这边很有气氛。这个是 Kim 的舅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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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舅舅哦，你好，你好，讲卡波呀，对呀，好干净啊，真的好干净啊。我今天我就想要挑战一下你，跳出来你来讲卡波呀，错啊，错的呀，咩咩啊，要讲卡波呀，你讲到卡波呀，咩啊咩啊，你讲下咩啊？安迪，你好你好，我是阿宝，我是蔡阿宝，嘿嘿嘿嘿。生日快乐啊！你先做，嘿嘿嘿。你咪又讲下啦，系。你悄悄喺演讲下波呀？系啊，讲下波。我知你讲下波呀。你几个系波波腔？哈哈。何国口音？苗栗的。哦，唔系。马来西亚嗰边。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嘅。沙拉附近嗰边。我马来西亚走啦。诶 ，test 过来看你啊。马来西亚有只老爱台姐叫名。叫名啊？诶。也姓戚，姓白。房房我姐姐叫房艺燕，房子的房，刚才 FB po 一个马来西亚房艺燕，我傻眼，同名的同字都一样。兄弟们，那是 Q 妹。舅妹是舅吗？啊，你瞧瞧市场，嘿，你阿个，你阿个有咩讲啊？全部系爱播放。哎，哇，小舅妈，舅妈 ，Q 妹你好。哇塞，你看，哇，全部是特别，哇。他跟阿宝一样，所以说笑起来有鱼尾纹。年轻哎，对对对，我学生啊，以琳现在住爱客屋那个翁以琳，那爸爸牧师那个。牧师啊。整个市场啊都是热闹热闹，我前后很忙都是。不得了，这个是我后面的，然后另外一个画面然后都是前面的，真的是哦，两边啊都是够力啊。
所以这边是 Auntie Kim 的妈妈，然后转个身后这边是阿姨姐姐，然后前面又是亲戚哥哥。哇，哥哥放假了，被你抓到了，真是小公主啊，整个市场被你们家族包完去了啊。三姑三珍海味，联络一下0355132261，要加国际码的，加886，对，好来，你好，来挑战看哪里阿威讲卡威啊，来哪一个都可以。好，你要给几多嘞？你要两盘吗？两盘180。一百卡威有咩讲啊？好，那你买这个好吗？这个好。啊。九Q 啊。那听呆。哎。哎呀，你们厉害哟。哦，好了 ，boy。全部讲客家话嘞。哦。阿姨的小孩。这边对面阿姨。我妈妈的姐姐的儿子。里面的嘛，阿姨啊，阿姨。他接棒了。哦。你好，你好。叫街搞卡 boy。听不懂。2.5秒摊卡 boy 啊。一点点。你不会介后生下捧你后头讲。哦，我咪又讲啊哈。啊。我爱做多了，我又讲卡 boy。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是什么街啊？因为竹北西昌，竹北市场。竹北西昌。哎，哦。我们要考察这边会不会讲客家话啦？没警察的。哎，没警察的。没犯罪。哦，没犯罪，嘿嘿嘿。你安全路上的，哎，还好那么吵，要让我。你都吹系自家种噶？真冇家种。自家种诶。你难卖冇你，我爱搞系，哎，自家种系，你难卖冇你，难招咩个冬虫啊，又转你。哦，计春又系。家又系自家嘅。哇，你好厉害。我就高铁站顺街。哦，你去高铁站哪样街？高铁站顺街。嘿嘿，对，还对。在这边多久了？我这么老了多久？我快80岁了。哈？80岁了？你80岁了？今日细路哥几多届啊？啊？你有几多届细路哥啊？爱来啊，爱来啊，有安多，有女儿、孙子都到美国。加拿大留学了，他们都在外国读大学。哇！爱老人家爱唔晓视讯，爱买个都爱写咯，爱还爱来个都通翻我视讯。啊哈！咁个你要去办个，已经系讲好老辈啊。你一边慢慢咧，准备一边要去办去办。头先行喺安东哦，坐当年讲卡波又了嘛。已经诶，差唔多会讲下啦。刚刚才继续。你当然基本都唔讲翻嘅啊。系啊，佢四十边要咪就系下一台嘅。啱晒去知识讲卡波啊。咁得添。阿婆冇教佢阿蛇啊。啊。讲客家话。我冇听住喎。哦，小公啊。哎啦。哦，哎会讲哦，他们还会讲客家话，那就好啦。对啊，那就上诶，讲客家话。哦，要讲就好，唔少写哦。系啊。哎呀，呢个动到烟魔爱讲咩？魔讲黑甲吧。诶，我叫什么麦爱讲啦？魔原因出来，江阴笑。江阴笑啊？啊，讲黑麦不阴笑。啊，这种跳白是还以前要罚钱呢。诶，爱罚镭哈，莫白讲黑麦哈。讲卡杯车好旧，未发镭。诶，而家嗰时按摩镭啊，下爱发镭。不过呢下取材冇强嚟啊，即系故意嘅小朋友啊，才学狗未做啲学黑教法。救我母意，还我母意啦。啊，还我母意。诶，该买台啊嘛，架子台啊。冇计。系。哦，你系。系街边。手拉架子。手拉架子啊，架子台啊。诶。什么是人家笨用？人家笨用是他的太太。哦，笨用是太太。笨用。对啦。哦。笨用家。笨用二太太。哦。笨用。笨用。笨用啦。NG。用。哦，笨用他的太太。笨用。啊。那啥讲老婆喊到老婆。老婆。老婆。是叫饭的饭狗类的。啊，也是叫啦，人家讲老婆。老婆啦。
好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一个新竹的市场和这一些朋友们呢用客家方言来聊天的记录了啦。那个学校哦，就是阿 Kim 的母校。没错，对，接下来有机会要为这个学校写一首歌。哇，阿摩安东尼啦，去到东卡波呀，按小丽呀。啊，对呀、啊。啊，所以鸦片哦，那这间呢，这个是哦，全竹北大家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个妇产科诊所。啊，妇产科。妇产科诊所，很多人在这边生的。哦。很多竹北人在这里出事，把竹北很多人在这一边被生出来的，看一下，哎呦，不只是在台北哦，有这一个行人步道啊，连新竹这一边啊也是有这个行人步道。阿 Kim 的房子爱客屋工作室，昨晚我们已经来过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系列的节目，大家有兴趣要看那个节目的话呢，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所以现在我们是天光光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看，漂亮啊、哦，美啊、哦！爱客屋客家文化工作室 Hot Gun Lab， 这样子就走了。好了，拜拜啊！拜拜，拜拜，雨林。拜拜，等一下见。好，等一下见。现在我们就预备去台南了。我有炸鸡好吃。哇塞，我看到根巴啦，好、哦，不错哦，根巴啦哦。好啦，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结尾了啦，我们还有下一集，就是从这个新竹到台南的过程啊。我们去到台南呢不只是吃而已啊，我们还有去逛它的夜市啊，去很多的地方买了很多的东西啊。好啦，我们下一集影片我们再见，好啦， See you next video。